我带你离开。走，想逃？弟子从未对此妖女动过半分真情。不妨，一个陈兴山区区四星弟子，也配与我青丘私通？我认得你，你是帮着素影抓九尾狐妖的婢女。怎么，你们玄门的素影被我们龙主诛杀后，他的婢女都能说上话了？满嘴胡言的狐妖货，说，你来三重山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你帮着素影害死我们云溪公主，杀了我青丘那么多人，我就是来杀你的。我讨厌你们玄门人，我是见一个杀一个。开枪又是金石。燕回，不妨，你没事吧？燕回，燕回怎么还敢回来？妖龙不在，你还敢擅闯我玄门驻地？万物之灵，任我接驾。走，我带你离开。走，想逃？燕回，我没事，他受伤了。你们给我诛杀妖龙！不是已经封住他大穴了吗？他为什么还在吐血？那掌阴狠，他被伤到了内腑。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医者如何能医己？走，我带你回青丘，大谷主一定有办法。走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这何许的暖阳，以后再也看不到。